哎，完了，白目了我的锅，等，我爱你。你看这爆屁呢，174，我想说刚刚我明明往后拉了，爆屁呢，这中华电信在搞啊，爆屁，我爆屁死的，中华电信。打个巅峰吧，走吧。啊，想看彤彤跟天才姐，我有问他要不要拍 vlog 啊？你就来台中，我们去拍那夜市 vlog 啥的，对吧？但他好像都没来台中，还是没有给我一个确定答案啥，或者是我没有正式邀他，随便，反正我也挺懒得去。哎，你们对面哪有冰葵轮的？会怕？这种场不太可能会有人冰葵轮啊。哇，很久没跟女生玩嘞，哎，缘分到了，自然会有女生啊。新英雄出了会玩吗？我可能会玩一下吧，感觉新英雄挺好吗？哎，我不知道哎，新英雄，哎，随便啦，到时候再看啦。所以天才地震都不跑，看情况啊。如果今天地震的强度是下午那个再强一点点，那我一定跑啊。我的值钱东西什么拿一拿我就跑了，我还留在原地等死是不是？瓦达纳，来个奇洛吧，女超安奈特那个奇洛感觉不错，这把奇洛可以。哎呦。全服最强艾米莉，感觉有点东西。傻小，我是男生，可是我会自己打，代表说我是男生。我用男生的。哎呦，这个赞尼尔黄金色的，好帅哦！哦，这小丑黄色的好丑。这小丑长得有点像那个杨桃水蜜桃，杨桃，想杨想小杨桃，打个蓝吧，蓝开。哎呦，这女超这血量很清楚啊！等一下啊！哎，男生人，我觉得感觉可以靠他们。他们都满血，我觉得改天再靠他们。哦，上了吗？压低啊！哎，随便拉一个吧。啊，完了，他不会有大吧？没大，漂亮。哎，缓速。哎，缓速。哎，没中。哎，你的血量你，哎，别啊，他还有大招，别吧。啊，拉一下。这我觉得史兰兹刚不一定要来，因为我觉得刚那个属实是我们太深了。这里前期你要我们那个射手去打也没啥贡献啊，你懂？就是那个效益啥的也不高，他不如留着吃兵。我觉得史兰兹刚没来是对的，史兰兹应该继续清兵，合情合理。跟到了，你好，台湾之星在乱。哎，我那个哎林多特那个那啥，中华电信讯号是不好啊。我在想要不要换台湾之星呢，还是就是哎、欸、我那个中华电信我最近一个月啊讯号突然变得不好，你们会这样吗？就可能到很多地方明明一样的地方哦，别人是有 WiFi 有啥，就是有网路的。哎，好痛，那图伦命还真大。然后我今天有打电话给他，他网路帮我重启，好像也没好到哪去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那要换信卡吗？还怎样？他妈我月租费1399哎，很贵、欸，贵是不是？所以是中华电信在搞。哦，所以是中华电信最近机房很不稳是吗？但我以为是我的问题哎、欸，我差点就直接把那违约金缴一缴啦，要换台湾大啦，鬼刚哎，是哦。哦，所以是中花电器的问题，中花电器正在中花，是不是？那如果是这样，那就还可以。我想说那个，我想说是我的信卡还是啥的问题，你知道？哎呀，嘚儿。哎，
又一杀，杀的我都不好意思。嘚儿，哟，给那蓝 buff 可以给我。这你看这蓝 buff， 哎，嘚儿，哟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好痛啊！哎呦，好痛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清个边先，嘚儿嘚儿，回个血，拉一下回上，可以吧可以吧，把塔点了，中下放中吧，放中，哎不放下，再回一个血，嘚嘚嘚嘚嘚，哦，这可以哦，哎完了，白木了我。我的锅，我的锅，我的锅，我的锅！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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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！你看这爆屁呢，174！我想说，刚刚我明明往后拉了，爆屁呢？这中华电信在搞啊！爆屁！我爆屁死的！中华电信，你老师哎、欸，这个大，感觉不太能大、欸。哎，够了吧！妈啦，这最好一直爆屏。几局啊？五局，换五局有够烂的。来，我换一下，换一下，我改四局好不好？垃圾五 G， 行动数据选项改四 G 吧，四 G， 改了改了改了，四 G 就顺了，不会吧？哎，真的，被糟蹋嘞！祝你今日顺心上班去，祝你今日上班。祝你今日顺心上班去，哎，感谢 吴小月大哥，哎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哥，祝你今日那个小姐姐啊，全部都能出去，感谢啊，感谢大哥330台币，垃圾五 G 哎，真的，哦，这怎么打得进去啊？打完了，又爆屏。有点烦，嗯，哎，这中华电信真是 TMP， 嗯，阿兰，嗯，嗨，你都是放下吧，放下吧，真痛，中路两只，四只，五只，疯了。再拉一下，那有太痛了，拿个蓝吧，我减CD才20%，这蓝给我吧，我觉得中路可以用抹的，就是过去把那个中给摸了就好了，一下两下拉一下， OK， 下兵收一下，可以，给冰进去，摸摸个塔吧。哦，可以吗？那冰进去，好痛！直接摸塔就赢了吧，打一下，哼，无情。哎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我记得不是可以用测的方式知道你家网络适合用什么电信的网络吗？是吗？那要怎么弄啊？那要怎么弄？这把兔子不错，是个狠人。哦，对面两个全服最强哎。当一个全服最强遇到两个全服最强会怎么样？哇，穆家爵打33%哎，好猛！那这把我没有爆聘就赢了，前面就凯瑞起来了，那后面那根本就是爆聘的关系啊，真的是爆聘啊，不然我就赢了。乱搞，哎呀哦，这女的吗？哎呦喂！
各位观众，其实我还是选择你们。